没想到几十块钱的除螨仪能吸收这么多的脏东西，它这个是紫外线照射的，像空气中的灰尘啊、毛发、掉落的皮屑都能吸到这个滤芯里，这样的灰尘根本不是我们扫床能扫干净的。这个还是无线款的，一周吸个一两次啊，睡觉也安心多了。